33岁周笔畅晒素颜合照，长相中性似男生。网友：这就是高级脸。最近周笔畅晒出自己素颜和朋友的合照，照片中他身穿黑色 T 恤，戴着帽子，长相非常的中性，似男生一样。但是很多网友也是表示，这就是高级脸，非常的耐看。其实对于自己的素颜，他从来不会去逃避，反而会经常大方的晒出来。前几天他就 PO 出自己的素颜，戴着帽子，虽然角度不是很好，但是整体还是比较耐看的，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很喜欢他呢。而且在机场的时候也是经常可以看见他素颜的样子，身穿黑色上衣加黑色长裤加灰色长外套，整个穿搭非常的休闲，但是也是很时尚的。虽然他的长相不是很精致，但是整体很不错，他的妆后真的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他可能是整过容，但是其实他只是通过减肥和化妆将自己的脸型变得尖了一点，整个人变得更加的霸气，更加的有气场。他以前的风格只是一样的中性风格，但是最近几年他开始变得女性化了。前几天他身穿浅蓝紧身长袖长裙参加节目，可以看出他的身材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看了平时真的是没少锻炼啊，也是很让人羡慕了。